平安出行。你有陪俺叔他吗？是你说他的好不好？这就是啊，正宗的野蛮女友。哦，你这个忍耐力还是比较强的嘛哈。那意思就是我是忍者神龟了吗？忍者神龟都自叹不如的。咋个？我愿意，你管得着我干？谁愿意管你这些事啊？是你追着我说的好吧？不是，警察同志。哎呀，我是觉得气疯的了，已经。你跟他，哎，我找下他嘛。嗯，我没有义务帮你找人的。哎呀，对不起了，警察同志，刚刚我态度不好，麻烦你把我喊下他嘛。哎，这个节奏就对了嘛，是吧？求人的时候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嘛。哎，好的。我带你去找找吧。哎，行，这边。哎，好。不是我说你啊，你把我在那个拉法车站上写上你的名字在哪？哎呦，我不是头疼那个拉法子，我只是想自己有个保障，也想看看他到底可是真的对我好。哎，在这里。哦，我帮你找到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啊，谢谢你，辛苦。谢谢哥，改次过来找顿伙伴咖啡嘛。不用了，我还有工作了，我就先过去了，你们聊啊。你先忙了，谢谢。再见。好。你，过来坐的，我赶紧沟通。我问你，在那个发展站上写上我妈妈的名字，你会破产，你会死干？老姐，我倒是姐，你瞧，这个房子的首付，我妈是拿出了一辈子的积蓄来买了，你说她咋个能不担心一下吧？莫拿你妈当借口，没当时她不同意你跟我妹妹谈恋爱，没那下子你两个还不是好得很？你咋不听她的话？哎呀，那还不一样噻，那下我正好是在疯狂的追求着她的时候，哪个的话我都听不进去。哦，人到上你就变脸了，可是啊，这个房子不是买给你的干？哎，我说咋个喊你签个字，就得签卖身契呀？真觉得是钱买生气，哥爷嘛，这个房子签了他的名字，还不是你两个共同使用？没事他住，你就不住了。房子都是他的了，我为哪不住？我又不是脑子上有水。姐，我发誓，我绝对是爱你妹一万年。哥爷嘛，纸中鬼话，鬼都不相信，一万年鬼都活不到呢哈。签字，真金不怕火炼，真金不怕房子检验。你买到底是要交房子吗？是要交我？你买，我说交房子，我买就交房地产啥了。你买、哎，我是说，你买逼我，我妈也逼我，好、啊，还要逼我签这个呢，婚前协议公证书。妹，你还敢签婚前协议公证书？你签这个房产协议要签的？签，我又不是个明星，哥哥都来追着我签哪字嘛？不同意就分手，分手就分手。你敢来呀？走了。哎呀，真没想到小叔会变得这么庸俗。但是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是一个人啊对爱情观的问题嘛。万一以后我和小叔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，他是不是也要这样对我？女孩现实点也很正常啊。现在男的那一相亲，开口第一句话呀就是房子车写你的名字。哦，对了，我的母亲会游泳。如果真的有爱情，这些事男方会主动去做嘛，没有必要逼他嘛，是吧？改次我妈妈的男朋友又失恋了，倒是那个房子闹呢。小苏啊，你和你妹妹也要理解人家一下，毕竟这个房子是人家父母出钱付的首付嘛，凭什么让你妹妹写她的名字？妹呀，哥爷嘛，我妹妹是他爹他妈辛辛苦苦养大的那姑娘，那凭哪么就成了俺家庄的人了？你的这个观念要更新了，是吧？毕竟钱是人家付的嘛，是吧？凭什么你妹妹写个字，她就变成所有人了？没有咋个了？这钱来的也太快了点吧？妹呀，没你的意思是我们是抢劫了吗？我那个小叔长这么漂亮还用去劫道啊？你家呢？我是说呀，小叔表妹长得也挺漂亮的，还用抢啊？多少人上赶着往他送呢。坐，这种还需要你讲？
不是小苏，你表妹吧和男票啊住进这房子，一住肯定是一辈子，是不是？就写谁名字不重要，关键是住进去是谁的就是谁的，将来夸再生一个孩子他就继承了，是不是这么个理儿？是不是？你嘎包斩也好不离还，谁保证的呀？发叉斩就包斩得了，只中才能代表太阳买卖一万年。那也不能把结婚当做自负的手段吧？该次我算是看清你了，如果你以后找个女朋友，还不如我未来埋伏呢。哎，我是说你妹妹的事，这不就事论事的吗？今天叫你来啊，主要是想跟你谈谈关于这个苏明，不是关于你女朋友的问题，是吧？对，现在咱们收纳都完喽。哎，我倒是晓不得你们到底还在假戏哪行啊，回来都气成那种鬼样子。你搞清楚啊，是你把他气成那个样子的啊。我这个命啊苦啊，他是个绝佳的老妈就不说，还找着个野蛮女人。爹妈是没得选择了，但是女朋友是你自己找的嘛，这件事谁对谁错我就不说了，但是啊，你是个男人，处理不了问题，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嘛，是吧？你就早讲来啊，妈是妈逼我，女朋友是女朋友逼我啊。这边一反反差协议书，这边一反还钱协议公证书，是你，你签哪一份？你都敢跟这个女孩谈婚论嫁了，那需要多大的勇气啊！啊，你把命都托付给她了，还在乎这上面签谁的名字吗？对，我要是遇到喜欢的女孩，就算她把我爹妈的房子写上她的名字，我都愿意的嘛，是吧？没出息样，有了媳妇忘了娘。你再喜欢一个女孩，对吧？你也不能说惯她一身臭毛病。她说写谁名就写谁名啊？胡了！你不会自己主动写上她的名字啊？对呀，她想写谁就写谁嘛，是吧？就算她把她妈妈的名字写在上面，住在里面的还不是你和她吗？你这辈子窝囊了，以后让孩子把房子继承回来不就合了吗？房子那玩意儿住一辈子就值了。嗯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对不对？等你孩子这边长大，一个人手里好几套房子，你说？他继承你这破砖头有啥用？啥用？太有道理了，太有道理了！我立马打电话给我老妈，就用刚刚你们说的话了嘛，说服我这个倔强的老妈。谢谢哥，太感谢太感谢。我最近准备在我们大队开展一个树立正确爱情观的宣传活动。没早个想到要搞这种活动。怕是不小了，连我树立好就可以了。说正经的，最近那个小苏啊，被他的妹妹和他的妹妹的男朋友的事情，真的是心烦意乱的，那个盖子是真的心神不宁的啊。是这种的，我支持你，你是教导员，有责任爱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爱情观。那我打个比方，如果我是那个女的，你是那个男的，你会找我做吗？我不代表别人，哥。如果是我，我会主动地把你的名字写下课题。当然了，但是啊，必须我是自愿的，你不能强迫我写下你的名字。当然了，也不能是在我妈不同意的情况下，完全不顾我妈的感受啊。明白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要给我点时间，看看我妈做工作。我又做套进去的了。教导员，他们两个都要结婚了，我妈妈就是想在那个发卡上写下他的名字，这种有哪不合适？哎呀，这个啊，不是在不在发卡上写名字的问题，这个是因为他们两个彼此没有建立足够的信任。那你跑你，你跑来就鸡飞蛋打；你你又跑那，你跑来就一无所获嘛。这种啊，应该是女的主要要担心嘛，毕竟女的是弱者噻。哪个说女的是弱者？哦，结婚之前靠爹妈，结了婚靠另一半。哎呦，靠山山会倒，靠水水会跑，靠哪杆都不如靠自己好。这个男的嘞，他爱一个女的，总要给他一种安全感嘛。在房产证上写上名字就有安全感了？哎，即便这个是个承诺嘛，你也不能逼迫嘛。可也嘛，逼迫他都不愿意，我你还指望他自愿了？哎呀，男人如果是爱这个女人，他恨不得把他的一切都给他。如果是这个男人不爱这个女人，哎呀，你就是逼迫他得到了一切，也有两意义吗？
胡闹胡闹，妈妈，教导越家呢也有道理。这个物质条件虽然非常的重要，那可不想过好的日子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你要看这个男的可是真的爱你。妈呀，教导员的话就像明灯一样，照亮了我的心。我突然豁然开朗。你没得个娘，这个只是一般的心灵鸡汤而已嘛。原来他白我啊！这种男人有哪好留恋？他就是个土豪，他白我也是一文钱都不值嘛。何况他就有个烂房子，还是爹妈付的首付。现在我就去跟他分手，拜拜，各奔前程。哎，走。哎呀，焦导员，你的工作做过的了，你看看，这就要去分手去了，赶紧把酒干，不要整了，分手了，赶紧。哇，我的天啊，思想工作的威力引起大呢。喂，你们家，我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，反复加道理，连哭带闹不同情，最后了吗？我那个倔强的老妈。同意了，太好了！我说啥来着？再倔强的老妈呀，都怕摊上一个不给力的儿子。我怎么感觉像做了一件违心的事似的？不能。哎，月月，小苏你来了，你未来妹夫的工作我已经做通了，以后不要怪我了。月月，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我妈同意了，同意这个发展书上可以签字了。妈说了嘛。哪个妈？我妈啊，不是。未来就是我们的妈了，他说了嘛，可以呢，这个发展书上可以签字的。哎，你看，协议书我都带来了，一下回去你就按你的名字贴上，我都贴好的了。妈了，啊，我现在不稀罕你的烂房子了。哎呀，月，我闹了，干。我没有闹，你现在主动要写我的名字，要我签字了，可是，对不起，你被拒签了。哎，这是为哪呢？啊，月月。我妈都同意的了，你咋个就翻脸的了呢？你同意我就应该兴高采烈，可是我现在不稀罕了，这种有哪意思？把感情整得跟鞭毛谈判一样的，一天吵吵闹闹的，谈哪恋爱嘛？好，不谈，不谈就不谈，这种爱情了嘛，谈也不会谈。分手，回去就分手。哎，那个，你。妹妹哦，你咋个是发的比发10万块？你可想清楚了。我想清楚了，其实在房产证上写名字也是我妈的意思，她是怕我吃亏，这种我也可以理解。我也是想试试，她可是真的铁了心的要跟我过一辈子。凭我男人对男人的理解，他对你确实是铁了心了。就是啊，他为了你啊，都不惜得罪他的老妈，绝对铁心了。我是看透了，他这个铁心啊。不是真铁，是三氧化二铁。啥是三氧化二铁？铁锈。哎，小苏，你妹妹他们两个怎么样了？哎，我妈妈刚刚打电话来了，说是他们在回去的火车上。分手了，搞什么呀？你怎么也要下了火车再分？不是能当交警了吧？又不是爱情顾问，给人家做工作，还整得人家劳燕分飞了。你我们是同情那个男的，因为我们也是男的，看他被挤兑成那个样子啊，我真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。他几乎毁掉了我对美好爱情的所有憧憬。女人都希望啊，老公孩子是最好的。梦想就是嫁给银行，生个百科全书。我以前经常在小说和戏剧里面看到那些美好爱情，现实生活中到底给有啊？哎呀，什么情况，同志们？看样子是被小苏表妹的这个事情搞得大家对爱情都很悲观了。哎呀，小苏，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。哎呀，教导员，不怪你，是我妹妹的心里面本来就有问题。哎呀。告诉你们，其实这个婚姻啊，爱情啊，它是两个人的事情啊。孩子舒不舒服啊，其实有的时候连脚都搞不清楚啊。你说你是脚趾？哎，脚趾啊，路走长
掉了，脚就麻木了，痛不痛，痒不痒，当然有知觉了嘛。没有，大队长，没你的意思是，我妹妹他们两个彻底没得戏了。嗯，其实有的时候分开一段时间有好处，分开你才知道爱不爱，想不想，哎，搞不好啊就破镜重圆了。你总会，你有经验吗？哎呀，这个失恋次数多了，就无师自通了嘛。啊啊！什么表情啊？不是，这个我是看别人失恋次数多了一点，所以啊，此地无银啊。不是这样，我是看见别人失恋次数比较多了，所以就是看那个电影《失恋三十三天》，还有那个第101次求婚。哎，赵导演。你们啊，把这个爱情的问题搞的是这个思想有问题了嘛？这个爱情呀，每个人都是不一。没有，妹妹，你不是才回国了8个月吗？咋个又跑回来了？我是来送喜他呢。啊？你要结婚了？那么快？你又找了一个干？我害羞了，赶紧进来。哎。你，哎呦，你俩真要结婚了？你说这上哪说理去？不是我不明白，这个女人变化太快。哎，是。就是哪样变化快？你们更快。你们不要争了，哥，赶紧祝福两位。妹妹、妹夫，祝福你们。谢。其实我最应该感谢教导员，我们两个要跟教导员鞠一躬。不，你两个不要在那里吵我了。真的，我们分开了8个月。分开才认得，我每天都在想他。好，你们笑话，我感觉我就像失去了整个世界一样啊！哎，我们到最后才明白，根本就离不开对方啊。这8个月，我感觉度日如年，每天都在等着他来跟我和好。我也瞎蛋了，懊恼啊！我巴不得他真的他就变成诸葛亮的草船了嘛！我每天都能对他发箭啊。哥爷们，你两个实在是太肉麻了，忘记了你们两个在这里肉麻王的时候了。哎，那个房产证上写没写你的名字？无所谓了。啥玩意儿无所谓了？早知道今天，那何必当初折腾的死去活来？就是。写，肯定要写，当然要写。我追他的时候我就答应了，法字、折字都要写上他的名字。哦，我妈会游泳。你妈会游泳也要先救她。我年轻，多等他们的事。是啦，听你们。这就是爱。嫁也嫁不清楚。你别猜了。别光顾着高兴啊，先把那个违法处理了好不好？干啥玩意儿呢？扫兴呢？违法处理了吗？我今天来就是特意来处理好违法呀。顺便送喜他，说些哪呀？我们是专程来送喜他呢。对，来送喜他了个！哎呦，太好了！你看看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一来就到这送喜他，恭喜恭喜个！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这个祝词也太老套了嘛，应该是祝他们爱情永久，找你的有爱情你记住哦。哎呀，不是一码事！哎呦，有喜他，同志们！恭喜他！